再去甘子堡村的那个白薯地。我这车，我坐这地儿呢，一般都是领导坐的地儿啊。但是我这车里边，从开车的，坐在我边上的还是副驾，是三个支书，附近三个村的支书，父母官啊，土上面归他们管，土下边还归他们管。我们现在要去一块白薯地，就甘子堡村的白薯。他这白薯呢种，因为这一带呢，他为了保证那个白薯的质量，我只能这抽象的说，具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都用地膜覆盖的那白薯，他有一套养殖的诀窍，除了他的养殖的诀窍之外，他的白薯好吃还跟这儿的纬度有关，因为那个张家口在河北省的最北边，也在华北平原的最北边啊，当然有东北平原，东北平原就跟这儿就不是一个。不是一种土壤了，另外呢，这是塞外，长城以北，海拔高，纬度高，海拔高，这有干旱，日照特别强烈，日照特别强烈，你看我都戴一草帽，日照特别强烈，所以在这种强烈的日照下，这儿的白薯比别的都甜，去年好多人都买过这儿的白薯，你去年买的时候是我们刚挖出来。刚挖出来还不甜，因为在太阳底下晒一段时间，它一水分一蒸发，甜度就更高了。现在你看我们这路，拿人这沃尔沃当越野车走呢，就是，你看这个地呢都是黄土，跟东北的黑土地不一样。东北也长土豆，也长白薯，是黑土，这是黄土。黄土呢主要是黄土高原跟内蒙古高原，大风，北京那风沙，到北京那风沙那雾霾呢都是小的，大量的黄沙都沉积在这一带。我们这车的右手呢就是官厅水库，这就在官厅水库的北侧，再往北呢就是那个古爱玲吧，得好多金牌挣好几亿的那山叫海坨山，所以在海坨山和官厅水库之间的地上黄土地种的白薯，你可以想象它有多好吃。但是有一个问题，都是很小片的土地，产量不高，而且每一片土地的白薯都不一样，所以你得抓紧抢购啊。然后那甘子堡村支书卖你白薯说，这个怎么贵那便宜，因为只有他知道，他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他知道哪块地跟哪块地不一样。那外人你看不看嘛，同样的种，同样的种植方式，同样的水，同样的阳光，它是不一样的，但只有他知道哪块地跟哪块地不一样。一说到白薯，那个黄家冲的什么方家冲的还有那个密云水库中心的书记都不敢说话，为什么？他们都是经营别的东西的，不像这个专门就是这一年主要是靠卖白薯跟老玉米的。还有就是桃，还有它的桃，你看这是我车边上都是桃树。桃呢到现桃现在还没熟，七月，刚才他说七月几号，我就没记住。因为我平常老不下乡，脱离人民，都是笨手笨脚的。你看这些都是桃树，能看见桃了吗？能看见，现在都套上袋儿。现在桃呢都套上袋儿，套上袋儿。这是我们村特有的一种桃，它叫沙红桃。沙红桃，对，从日本那个叫仓方的一个地方引进来的，八几年，然后一直改良到这个地方。所以说，北新堡镇就是我们村子有这个品种，它是，熟了以后，它是一种玫瑰红的颜色。这个桃呢，到七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成熟了。到时候可以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实际的东西啊，就是现在它都在里边，这就是桃啊。别摸，我都不敢碰啊。现在你看这些桃树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你看那个孙悟空偷的蟠桃，那树都挺大，上边猴子上树。现在不是，树都是低矮化，都是嫁接的。几乎所有的好的水果都是日本的品种。因为日本在亚洲是脱亚入欧的，所以它是亚洲跟欧洲连接的纽带啊，所以它，你看这个是还没用袋包起来。你看现在是小青桃，等到那个再过十天就了不得了。它为什么要把桃给罩上呢？是怕药
照了以后就是怕那些冰雹 啊什么打，还有一些虫子吃，啊，虫子，对对对，咱们现在是不打药的啊，对，啊，不打药啊，防虫子的，是这样啊，啊，对啊，其实我都不懂，你看这一串长这么多头啊，长那么多头，有咱们村民，哦，哎，老大爷，我上您这看看，不是偷桃的，不是偷桃的，哎，对对，有一个有书记跟着就没事儿，对，说的我那个。就是说来那看看您的桃怎么种的啊，这都是特别有经验的。哦哦哦哦，哎，你看这桃，嗯，现在刚烤完袋啊，刚烤完袋，刚套完袋，对啊，都为什么要套袋呢？现在这个虫特多不是？虫多，它套上那药又保证，哦，由于不打药，它虫就多。打药不仅在果面上啊啊，它这个，即使打药也是，哎，也就被这纸袋挡住了。农药的残留没有？没有啊。对啊啊，哎，它根本就不沾药。对，它是这么个情况啊。就老他们都做弄一演播室就带货，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永远到现场啊，哎。您说，您接着说，啊啊，我介绍桃树啊，啊，介绍桃树，您这桃是跟别的桃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它这是那个，它这桃在我们这当地的地区啊，它这个最晚的一种品种，最晚的品种，对，它叫绿化酒，绿化酒跟那边的又不是一个，它很多种，哦，很多种，哦，还有那个，这是绿化酒，有早熟的，晚熟的，对对对对，啊，中熟的、早熟的跟晚熟的，啊啊。啊，嗯，啊，我老是还差点，哎，没有没有，做宣传的，哦，做宣传的，宣传对，您一说做新闻的，没人，他们都不懂，一说做宣传的，中国都宣传厉害，啊，你看公安部，它有宣传局，宣传机底下有新闻处，哎，粉丝不多，没有了，他们给我删了好多了，变300多万了，390多万啊。您看您，哎哎，行，地上那是什么？草莓。草莓苗。哦，草莓苗。对。啊，那不打扰您了啊。哎哎哎哎，啊，你看，哎，你看，就这么几步，同样一块地，同样的耕作方式，就不同品种的桃。啊，这边是沙红，那边就刚才在说那个叫多少多少号绿化酒。对。对。啊。因为每一个农民他最熟悉他自己的地，但是村支书熟悉每一个农民，这是干嘛的？吊一块砖，对，这是让这个杈儿，让这杈儿，哎，别再往上个走了，长太高了，对，哎，我还以为是晚上防偷桃了，人砸人脑袋一下，不是，嗯，我这个帽子就是去年。去哪儿采桃的时候，人家给我现画的一个草帽。这，对，哦，这边是红薯地，红薯地。你看它这个红薯都是，为什么着膜啊？它一个是吸收这个热量啊，保持这个里面的水的温度啊啊。然后呢，就是还是一种，就比如说打药呀什么的，根本就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啊，不会接触到咱们的果实，啊。对，你看它这片就算比较大的一片白薯了，所以它这白薯啊，每一块地是不一样的，这才真正的农产品。现在你们说我吃那白薯，我吃好几年都一个味儿，你那是工业品。工业品它才是一个标准，农业品你没法弄出一个标准来啊，那没法弄出一个标准来啊，我就不往里走了。自然生长的，对，自然生长的啊，还有就南方也有，就是中国以前哈，人口增长几次，我看我记不住了啊，有一次是水稻引进，还有一次就是红薯引进，这红薯这东西呢，原来中国没有啊。是通过菲律宾从西班牙从拉美引进的，这个白薯的产量是平常种粮食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就解它跟土豆一样，但是土豆不是一颗的，但是同样一个意思，产量高，在你这不用浇它啊，你说这儿不用水浇，它自然的种在这儿，为了保证那个水啊别蒸发了，所以它弄成一个膜，你看在太阳底下，你能看见。你能看见那个一个水，哎，这些都是水，水就能在里边，不然的话这水就蒸发走了。嗯，
然后什么时候怎么弄我都不知道啊。我种那白薯就不好吃，为什么？我老浇它，因为浇水就是就浇大了就好，那结果也不行，水不能太大。嗯，白薯地旱地，对对，沙窝地。沙窝地，对，沙窝地的白薯是最好吃的。嗯，你看这个土壤就可以，就是这种沙子带土的，带沙啊，嗯啊，沙窝地的白薯，沙窝地的那个大白萝卜，大白萝卜，对，它都这大白萝卜，那个英杰书记也没给我吃啊，他都好多好东西都没告我。啊，我都没办法，我都去雄安那边是弄萝卜去了，他们那边青萝卜。哦，嗯，那萝卜也好吃，也好吃哈。所以他这面积都不大，你看见了？再过他说得九月才能熟呢，一年多不容易。而且白薯啊，仅次于山药，特肥地，就说连着你要年年种白薯啊，这地里的养分就没了。啊，那个怎么种我还不知道。我前一段去河南焦作，河南焦作那个山药，种一年得歇九年。他就把那地力都耗尽了啊，就凡是营养大的东西，他也是不是省油的灯，比较耗消耗东西啊。咱们这红薯就是种一年歇两年地。哦，种一年歇两年。今年您比如说这种了这个红薯了，然后明年这就不可以再种了，啊，它营养换别的，对，营养就跟不上了，啊，那甜度呀什么的质量啊都会很差啊。对，所以我刚才还奇怪呢，我说去年我去的是那个高压线。还是那个通讯线的那块白薯地，今天又换了一块地。对，嗯，每年都会换啊，必须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咱们每年需要换地，不能在一个重复的地。它第一个营养丢失的比较严重，第二个就是它会长出一些比较异形果啊，就啊，就是那个长了丑八怪似的啊，就长病了。有时候你们弄那白薯里边一吃是苦的。苦的那白薯上有窟窿眼什么的，哎，那都是就是异形的，它不能连着种，嗯。咱们去年有很多人买了咱们这红薯，啊，尤其是特别多唐老师的粉丝，哎，对对对，就是你特好，一碰，啊，然后里面的那个色素花青素，啊，它那个直接就显出来。有一些人问他怎么会留紫色的水儿 啊那些东西，啊，其实它是一种营养品，啊，对。那个这个地儿呢，如果你从北京出来，你别走八达岭高速。八达岭高速的那个就是 G6 的高速公路贵，你走一段 G7， 价钱是 G6 的一半啊。你在五环路上 G7 走到那个以后你再并入到 G6， 其实没多远。我来的时候走 G6， 然后走 G7 再走 G6 到这儿21块钱还是31块钱的过桥过路费。你们要是夏天啊，一脚油门，家家都有汽车，你跑这边来看看啊。然后那个你，哎，你要在这书记手里边还能买到比我这更有特色的东西。刚才他说那个大白萝卜就没，大白萝卜就没告我，特别少，就特别少。哎，你要来跟他交朋友，没准是吧？你能我这人不会交朋友。哎，拔两个吃。对对对，然后你就你看那边是玉米，你看它也是片也很小，啊，去年我那个书记也卖过玉米，那玉米也是产量都不高，每一块地的都不一样。你看这地的周边，你都能看见山啊，这都是那个燕山山脉，嗯，燕山山脉。再翻了这山啊，穿过山口啊，张家口就到内蒙了。所以这边的土地呢是沙土，别的地儿不一样。你看这白薯这土地，这种沙土，刚才那个黄家冲那书记说的，这种沙土地，对，对，白薯才能在里边长。你看这是沙的，它不是粘土，嗯，也不是东北那黑土，嗯，你看这里边，哎，它，这都是。冲在里边的那个水，啊，一年你说卖你俩白薯，你说贵了，不一样。那个白薯跟那种工业化生产的，是吧？你超市里边买那个，东北那农场里边呢，那大在推土机搓的那个白薯，跟这个山坳里边的白薯不是一个白薯。对，咱们这一铲都是人工啊。你听他说，一铲都是人工，都是人工。对啊，没有说机器。来弄，包括这些梗都是咱们村民用那个铁锹连起来的，对。然后浇种的时候就是，村民弄一个水车，踢着水往那个里面弄，弄完以后把苗插进去，然后盖上这层膜，让它保湿。嗯，对。
都不是说怎么说呢，什么人反正都有，但是从我这儿我可以保证大家买了肯定不是打药的那个那种白鼠，因为什么人都有咱们也不可能保证、啊、但是从咱们这儿出去的东西我是可以保证的。还有你看我们这说话的时候，你看他后边身上就是就苍蝇，为什么是苍蝇呢，就说明没有 DDV 啊什么 DDT 啊那些毒药来杀那些，所以他这土地里边施的肥都是农家 肥啊，就是人拉的畜生拉的，反正拉的不是化肥。现在化肥能提高产量，说老说改革开放以后承包制啊什么东西各种制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化肥，一使化肥那产量立刻就高了、嗯、啊，哎你看这些都是他用施的农家肥啊，农家肥，哎，这就农家肥，就是来自自然的，人能吃进去再拉出来那东西，可能是我们不习惯，说有点臭，但是都经过人的身体，它不像化工厂里造出的化肥。他这儿的白鼠就是这儿的白鼠。那个您电话，我老记不住。我的电话是152-3032-9777。再说一遍，那个陆英，哎，对我，你也叫陆英姐吧？我也姓陆。对，我就说他们怎么都姓。他是大陆的陆，对，是马路的陆。哦，啊，他这是陆英杰，我就记得英杰。我的他是甘子堡村的村支书。对。再说一遍，您电话。我的手机号是152-3032-9777。啊，陆英杰。陆英杰。对。那个伟大领袖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他就是最基层的党的领导，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甘家，那叫什么堡，新什么堡镇吧，北新堡镇甘子堡村啊，村支书。哦，这是四叔。哎，去年见过四叔。哎，您快走，没事，我们没正经事儿，这是四叔啊。他不拉的是什么？也是药水。对，他都是药水。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老师说我这没农药，不可能没有农药啊，但是要恰当的使用农药，让农残最低最少。如果一点药都没使，就像我们人说我他妈这辈子活着没吃过药，那哪行啊，是吧？那吹牛逼呢？哎，要把这农残降到最低。你也不能相信我啊！除草的和打树的是不一样的。对，除草打树弄虫子的那些我都不懂，但是应该相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对，甘子堡村的陆英杰支书，再说一遍电话。手机号是152-3032-9777。哎，啊，三个七，对。啊，吃他那桃，吃他那桃，吃他那白薯，吃他老玉米，还有那个他不给我吃的那大萝卜，啊。这个沙子啊，对，哦，就是沙土那沙，对，啊、沙土的沙是红色的红，啊、沙红桃，对，所以他管他们这叫沙土，跟他那白薯一样，都是这种土，高处是长桃，低处是长白薯。刚才碰那是四叔，去年拍过四叔啊，但去年没拿桃当回事儿，去年主要拍的是白薯。哦，这儿都是葡萄了哈。对，这是葡萄。这都是葡萄。对，还有就是现在啊，都是搞宣传，宣传就是把一件小事说特大，把一件大事说特小，就跟放大镜、显微镜似的，那是一个意思。还有一种东西呢，叫大众传播，哎，就是我不说都懂。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新闻，我是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所以我这属于是新闻。另外，我孤陋寡闻，我看哪儿都新鲜，所以我到哪儿我就拍。现在城里的人的生活跟农村的生活有一定的差别，然后双方不了解，互不了解，所以急需要让城里的人跟乡下的人交朋友。你去看看你吃的那东西是怎么来的。啊，你又要让它好看，你又要让它产量高，又要让它长得大小都一样，那只能是工业品，是吧？要是自然的农产品，它又不可能长成那样。就一个妈生孩子，龙生九种的还都长得大小个儿都一样，那除非给它上手段，使科技狠活，
所以你们应该来农村看看，农村交点朋友是吧？不必像我交1000个村支书，你们交一个村支书就行了。我这车，你像下次我再到哪儿，我让你们开车，我就省了过桥过路费、汽油钱了。啊，我这一车上就3个村支书呢。嗯。所以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群众就是人民啊，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应当相信党啊，太大的官也够不上，村支书是肯定得交往。哎，我想我已经认识了100个村支书，1000个村支书，我以后再准备认识1000个北京城里的居委会主任。不是咱们家，不是，对，就是现在还是派饭的，派饭啊，他让上什么家吃你就上什么谁谁家吃，都是80几年那个。那个饭啊，小米饭呀，啊、那个鱼皮呀，啊、这些的。对，董存瑞是他们怀来的人，对，怀来战斗英雄啊，怀来战斗英雄。董存瑞是他们人，为了新中国前进啊，就是粉身碎骨为了新中国。在董存瑞他们村还吃派饭，对，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就跟书记说别吃饭，别吃饭。对，我不是吃派饭，就他们一吃饭都特热情。其实我都是那个濒就是垂死的人了，吃不了什么东西，这根本就一看这一大桌东西，现在又夏天也没法打包啊，然后就老觉得不别吃饭，别吃饭。我吃饭就一张烙饼，2根大葱啊，蘸点黄酱，就跟那个老革命似的，就够了。现在进村说要去派饭。派饭就是村支书说上门来人了，今天在你们家吃，哎，就在这家里吃，就是人家老百姓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你看现在这新农村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要穿过这个村子去关厅水库啊，边上的那个我认识的这个3个村支书啊，其实这书记他们村就在关厅水库正中间，那个半岛的那个正中间，风景最好，以前有好多那个别墅啊、度假的培训中心呢，后来都拆房子全拆没了，拆没了那些都没了，但是村支书还在这儿，是吧？你们可以到这村支书他们的好多的民居民宿里边去住啊，吃的那些鱼都是你自己钓的，或者你不愿意杀生你不钓，哎，都是那个他们村的渔民给你现捞上来的，啊，当然他们那个做鱼的那个方式可能不如什么鸿宾楼、什么国宴上，但是那鱼绝对新鲜，因为我们吃东西首先最需要的是那食材得好。你看那个外国人吃那个蛤蜊，啊，就是那个吃海鲜，什么佐料都没有，直接拿刀子把那蛤蜊壳扒一剥。就是蘸上点盐，蘸上点那个醋，都不是醋，蘸上点柠檬，叫海水果，法国叫海水果，直接就吃了。所以好的东西不在乎怎么做，一定是那食材。这是守着关厅水库，所以你说那个鱼，那才是真正的新鲜的鱼。前一段的时候，那个陆英杰书记说，水库鱼今年春天的时候，过完春节开河。水库鱼说让我去吃来给我快递，我说你别快递，那鱼快递到我这儿也得死了，是吧？那鱼你要不动它，那你怎么弄？除非给我弄一水缸把那鱼搁里，到我这儿也半死，从张家口运来。所以我就说你别给我啊，因为这种鱼山珍海味这些东西必须到当地去吃，水里现捞的现吃，就跟我们吃那个白薯吃水果吃杏叫树熟，现摘树熟，你从那个树上取下来。你看前面路挡住了，两个农用车挡住，村支书亲自下去把那个农用车给搬走。这南方一说就鱼米之乡，你看这儿这玉米都是好玉米，这桃啊，然后再往下走的就是水库就是鱼，这是葡萄，这个一个水泥装的上的葡萄下边这是玉米，这玉米是不是同一茬种的，所以它有的是早熟有的晚熟，你看这玉米，
都是很小一片，这片是玉米，这一片就是白薯，这都是卢英杰他们村的啊，甘子堡村的，所以他每一块的每一块地的玉米跟每一块的白薯味道应该是略有区别，就看你赶上哪一波了啊，所以你这一波吃的好你就来订货，下一波不一定跟你那一模一样，因为每一块地都不一样。前面你看那个远处那水面，哎，那就是官厅水库。他把他这个轿车，这是一沃尔沃，然后是我都舍不得来这，我来这地儿都是一个那个尼桑帕拉丁，嗯，就是修都特便宜，这郑州日产造的，对。是郑州日产给我的，那老总现在下去了，啊，原来我是一八缸的吉普，八缸吉普四点七升，每年那年检的时候，那基数就得花8000多，后来换成这个，这是2.4的排气量，立刻就钱就降低一半，我是一穷人，就怎么穷逼呀、啊，穷人我都算不上一穷逼，所以我老想怎么省钱。怎么就是因为钱都是我们自己挣的是吧，那不像他们可以对张回来往前走吧，走往前走走，对你再往前不好掉头了，对这儿车还能错，对你看村支书就想的就多是吧，这田间小道啊，哎我来过，哎我来过，不是这儿，银姐来过，他来过这儿哈，哦，他那车还掉了过一次啊，芦苇这空气多好啊是吧，哎村民们吃完饭就溜达溜达啊，所以你到他这村里边也有民宿是吧，只不过没有那边开展的那个范围那么大，历史悠久那么长，哎现在是禁渔期，禁渔期对啊，不能打鱼了，对您这芦苇，这小船都能开，都能滑进去哈、啊。对。那它其他像藕啊什么的也有吧？藕啊、荷花什么的，不，这边不像白洋淀那边有那么多荷花。对，这边没有。这边没有。哦，车能开过来。嘿，这大狗，哎呦，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大的贵妇。哦哦。这就是官厅水库，那这船也归书记管吗？不是，不是咱们的，这船不是，但是用的你的地啊啊！哎，你看这个水就很清了，这水啊，这就是北京仅次于密云水库的饮用水的备用水源，就是这儿，那都远处都风力发电啊。哦，水压了很多，不许打吧？不许打啊！咱们现在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就是啊，看基本上看不到，都在这个草里边啊。啊，前面那儿您看见了吗？啊、那儿有一个水鸭子，就啊啊啊！对，现在那个中国跟大革命时代比，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好多了。那时候都是闹革命是吧，人跟人都斗，逮什么吃什么，现在这些都不许打，所以自然生长。对，你看这儿，这地儿是他们的村，这甘子堡村委会宣。嗯，这以前是我们就是生产那时候是这是机井、就是、哦，这是机井的抽这个水浇地的啊啊啊，啊，这是原来的机井房。对，银姐上次自己走来过。哦。哎，你看山，背后是水。你看这个，这都不是我弄的，是吧？
为什么说它这白薯好，它这藤好呢？官厅属为重要水源，含氧区，水深危险，不需倾倒垃圾。但以后就是像这种跑这儿来那个做饭的什么的，也得管，是吧？也得管，因为这个只要是人一到，必然产生垃圾。